西山顶上，那爆炸声和火光一大片一大片的，鬼子大部队进了西山了。去，追西山！快快快！快！报告，你八路已经被我困在山顶，他们利用地形优势，我们突击受阻，损失惨重。 炮火严阵，原地出击，快！ 太难打了，听得见声见不着人呐。我们黄家军弟兄损失惨重。钱慧慧，不是跟你带路的吗？太君，您可别听那小娘们瞎吹了，把我们带到地道里边，比我们还晕呢。您看，您看，那像打仗的样，要不是我当机立断，那弟兄们全得搁地道里边。刘局，人家查办。据我的观察，八路的主力就在山顶上。 已经被我们包围了，我们要全力出击，彻底的消灭他们。地道，咱就不攻自破了。太君，您看这山上易守难攻的，真打起来，咱损失也小不了啊。那既然已经把他们都围住了，不如咱就困他们几天，饿也把他们饿个半死啊。到时候，咱不费一枪一炮，就能坐收渔翁之利。很好，那你快快的，带你的部队增援上去。是。 带弟兄们来，就是增援太君的。朱文成，哎，赶紧带着弟兄们上山上支援太君去，围住土八路，困死他们。是。快点，队长。 报告长官，炮弹已经全部发射完毕。什么？完蛋！没什么大事。二将军，快快的回据点，运送弹药部队有误。是，弟兄们，走，跟我回据点。
再来俩，太君咋还不回来？会不会让打的全军覆没了？混蛋！哪日本皇军？天下无敌，特别了得，我敢一次，我们的必胜，必胜。 那他咋还不回来？会不会是看见瓦窑堡那帮漂亮的女人，他走不动道了？华姑娘，对啊，要是咱们长官被瓦窑堡那些寡妇们打死了，你以后能省着跑路？那肯定不能。 如果他们真是攻打过来，你，很好，喝，来，再喝。 妹子，你咋来了？你别问那么多了。赵大哥，我问你，据点里还剩多少鬼子？除了炮楼里的，还有守弹药库的，没几个人了。赵大哥，鬼子把乡亲们困在西山上了，我们都被炮弹轰得受不了了。我突围出来想想办法，怎么才能逼鬼子退兵？炸弹药库。